买的啥？买了一盆花。你不是说夏天最好不要买花吗？看看就知道了。我买的这个叫圆锥绣球，它的开的花和普通绣球一样漂亮，但是它比普通的绣球更耐晒更耐热，在夏天的状态非常的好，所以在夏天可以入手。但是入手呢，一定要学我这样买这种带盆的，那么买回来就不用去换盆，不用去动它的根，那么它恢复起来就会特别的快。哦，这样啊。来，我们把它释放出来吧。包装的还不错吧，那这个叶子都没怎么没有受损，被我不小心剪了一点点。看到吗，这个土都还不错，是不是？也不会太干，所以这个运输的过程中对它的影响很小，但是运输它难免会颠簸，可能这个根会松动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给它浇透水，固一下根。浇透水之后，也不要急着把它搬着去晒太阳，最好放在这个有明亮散射光的地方，缓个几天再正常养护。这个圆锥绣球还是很值得入手的哦，它不仅漂亮，而且它的花期会比普通的绣球更长，耐热又耐寒，在北方的话可以在室外过冬。我是立夏，我是立秋，关注我们，带你买到靠谱的花。